捷克艺术家突发奇想，将一辆双层巴士进行改装，变成了一辆会做俯卧撑的大巴。它的车头两侧长出了两条强壮的红色手臂，巨大的手掌撑着地面。在内部巨型电机的驱动下，大巴就开始做俯卧撑了，动作非常到位，根本就不知疲倦的样子。车窗的屏幕上还闪烁着动感的画面。这辆巴士每次上路都会被群众围观，甚至有很多外地游客专门慕名而来找他合影留念。有意思的是，这辆大巴并不能像普通汽车那样行驶，它是被卡车托运过来的，而且要借助一群人的力量才被拖到指定表演地点。大巴的整个设计改造过程仅花了两个月时间。据悉，这辆大巴一分钟可以做10个俯卧撑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此庞大的身躯做10个俯卧撑消耗的能量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毕竟这是全球唯一一辆会做俯卧撑的公交车。